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又可以看到 Gary 来到我们这边做治疗。首先 Gary， 今天我们要给你看一下你的皮肤哈，从一开始做的治疗，其实进展哈，毛孔相信你也看得到哈，真的有很大的变化。对对对，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有很多暗疮，所以就皮肤的困扰是很大的。对，然后在一直长大的时候，虽然说可能暗疮比较少了，可是毛孔粗大的问题，其实还是让我觉得耿耿于怀。因为如果不化妆的话，走在街上我会觉得很没有信心。因为毛孔粗大的时候，你就整个人看起来就是那个脸不够光滑嘛。所以你无论是拍照都好，或是跟人家做近距离接触的时候，有时候人家看到，哎呦，你的为什么你的脸孔？你的毛孔这么大，然后有点尴尬，然后试了很多不同的方法，比如说擦不同的保养品啦，或是做不同的一些 treatment， 我就觉得说它的进展有一点慢，可是今天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变化，还蛮开心的。对对对，所以这边我们可以很感谢 Gary 给我们分享他对这个他自己的毛孔问题的困扰，他的感受哦。我相信很多消费者、很多顾客、很多病人都同样深受感触哦，这样的感觉。所以今天接下来哈，我们也是就是给 Gary try 了几次的 Pico Plus， 也是逐渐的看到他在毛孔上的问题有慢慢的改善。对，其实我觉得我很幸运了，可以遇到 Revival Clinic 的 Community， 也遇到 Dr. Jeff Koo， 谢谢你，因为他们真的是很有经验，好像 Doctor 就有8年的经验。OK， 而且他们也是全马第一家使用 Pico Plus Laser 的美容医学 Clinic， 所以我觉得很放心啊。至少每次做了之后，虽然脸可能有点红红，可是它在一个礼拜内呢就可以消退了那个红的那个颜色，而且皮肤也不会脱皮，它不会像其他一些 laser 的 treatment 可能做到皮肤脱皮，然后能照顾那个皮肤啊，所以这一点我就已经放下心了。那最重要是过了一个礼拜之后，你会发觉，哎，那个毛孔真的开始收缩，而且你上妆的时候它很漂亮，所以实际上很多人就问我，哎，为什么你的皮肤可以这么剔透啊，好像很光滑这样子啊，这个就是秘诀。